喂，大家好，能听见吗？喂，大家能听见对吧？那我们今天就开始了。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讲一讲关于大家这次最这个关心的一个疫情的情况。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咱们就老生常谈，讲一下这个风险提示。所有我们这次活动涉及到的信息啊，包括这个课件里面内容呢，都是一般性的建议，不构成个人的这个具体的投资建议。然后 Go Markets 呢，这个 AFS 的牌照号，大家也可以在这个这个官网上 ASK 的官网上去查到。然后呢，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现在大家最关心的这个武汉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这个情况啊。今天的话，相信大家也看到了，这个比昨天呢，这个数据呢又是增加了3700多的这个病例。那也是非常揪紧我们的心。那我们也看到这个死亡人数啊，也是在不断的增加。尽管啊，相比于这个03年的这个非典，这次的这个病毒它的致死率呢，虽然没有 SARS 这么强，但是呢，这560多个这个数字啊，其实也是相信也是560多个支离破碎的一个家庭。所以呢，这个我这两天啊，有些时候也会经常在这个微博上面去看这个武汉那边的这个受感染人群的一些求助的一个信息。那我自己呢，也是看得非常的心痛。当然说这是题外话。然后呢，最近啊，我也觉得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呢，就是这两天呢有听到这个，包括微博上啊，也和这个微信上和我们这个客户聊天的时候啊，大家不免说到一个词，叫做这个庚子预言，或者说庚子之灾。说啊，这个民间说呢，这个只要啊，一旦到庚子年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大灾大难，或者是自然灾害。那我自己呢，其实一开始是不信的，毕竟咱们是这个接受过这个高等教育的人。但是呢，我去这个特别感兴趣，我又去查了一下关于这个庚子年啊，一查还发现，好像还确实有这么一些奇怪的地方。我们看一下啊，就是从网上记载的，从1600年差不多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记载庚子年的一些大事件。但是呢，我这边就摘取了最近几年的这个庚子年，1840年的时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那清政府呢也是在那一年签订了这个庚子赔款。然后1900年的时候呢，是这个八国联军对中国扩大开始侵略，这一年呢也是被称为是庚子国难。那到了1960年的庚子年的时候呢，也是中国开始了这个维持3年的这个大饥荒。当然，这个只是限于中国啊，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查一下同期同年的这个世界上的一些大的一些事件。那从2020年今年开始呢，我相信就是不管是什么样身份的人，大家都感受到了这一次怎么说呢，流年不利的一些感受吧。尤其是像是我相信咱们听众不少也是这个 NBA 的这个球迷啊，对于科比的离世，那包括这一次自然灾害，那包括新年伊始的时候，美国跟伊朗的这一个争端，还有呢，像是这个星呃上个星呃这个星期的时候，这个四川那边呢又是这个地震了，所以啊，大家对于这个庚子年呢都会有不一样的这一些想法。那当然啊，我们说，尽管很多事情呢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但是呢，我们既然活在当下，还是得要控制好我们自己能够控制好的事情，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好好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当然这些是题外话啊。那我们来说一下，最近啊，这个疫情呢也让大家重新开始关注啊健康行业，就是我们当然我们说的健康行业是指这个传统的这个医疗板块啊，或者是说涉及到
医疗板块的一些这个个股，那我们这边呢也有不少的这个客户开始咨询这个这几个个股。那我们也来看一下，在这个我这边呢是单独独立出来了目前 ASX 200 是指澳洲的大盘指数，那 ASX 200里面的这个健康板块或者我们说的医疗板块的一些股票的一个指数，我们看到是这个淡蓝色的线。那这个指数呢是差不多是在2000年的时候开始，那同比呢我们看一下深蓝色的这个股票呢是美国的标普500，它指数的过去差不多20多年的一个表现。那橘黄色的呢是澳洲的 ASX 200的大盘股的这个指数，在过去也是差不多20年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发现啊，仅仅从这个不管是对标美国的大盘也好，还是对标澳洲的大盘股也好，我们发现啊，这个健康板或者我们说医疗板块的行业的这个表现啊，是远远超出美国和澳洲的这个大盘股的表现的。不管是我们说的是牛市也好，还是说是熊市也好，我们都能从这个图表当中看到。那而且我相信大家看到这个数字啊，这个数字也是非常惊人和可观的。这个是表示过去10年啊，在 ASX 200的这个医疗板块里面，它的平均的这个收益是达到了21%，这个也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那很多人也会关心说，那医疗板块难道是一定就是一直在上涨？那我们也是经历过下跌啊，对不对？就是在应该是前年18年年底到2019年年初的时候。但我们都知道，其实为什么我们说做股票啊，其实长线的投资来说都是买涨，因为我们也知道股票市场嘛，从诞生开始它一定是永远往上涨。即使我们说是人类或者说这个世界啊经历战争也好，灾难也好，还是说经济衰退也好，市场都会自行修复，好的股票它会永远的长存下去，至于不好的股票它肯定就会被市场淘汰。那关于回答大家的这个问题，也是很多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医疗概念的个股，如果大家有笔啊或者说拿手机的话，也可以截一下屏。我这边的梳理出来的只是限于 ASX 大盘股的一些我个人认为表现比较好的股票。那像是另外一些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像 MYX， 像它是做这个处方药的这些个股呢，我个人觉得在未来1年到2年当中，它的成长空间仍然不会是特别大，因为它的股价还是在4毛到5毛之间徘徊，所以说我不会觉得它有太多的这个涨幅的一个空间。那像是今天列举的这五只股票是去年到今年来说表现非常好，而且也是未来来说有一定的这个发展性的。第一只呢是这个 AVH。这个股票啊，它在去年一月份的时候价格啊才七分钱，那它现在价格呢是到了七毛三，涨幅是接近我们说翻了个10倍吧，也就是说去年如果是10000块钱买这只股票，今年就是10万了。那第二只呢，这个 CSL， 常听我们广播或者说跟我们这个有交流的这个客户应该也都知道这个股票，这个股票也是澳洲的目前的医疗的巨股。去年一月份的时候呢，股价是182，那今年现在价格是316，是昨天更新价格，今天应该是最高到的320，涨幅呢也是超过了70%。那第三只呢是叫 PNV， 它是做这个皮肤再生的一个技术，目前的价格呢是接近3块钱，涨幅呢也是去年一年啊涨幅也是超过了400%。那另外一只呢，第四只。这个呢，很多我的客户，我们这边客户也知道，这也是我的心头所好，是这个叫 NAN， 它是防止病患之间交叉感染，生产呢专门用于医用这个超声波探头消毒的器械和耗材。那它去年的股价呢也是不负众望，涨幅超过了155%。我相信去年有买这个股票或者一直持有在手中持有这个股票的这个投资者，应该收益也不错。那最后一只呢，也是最近的一个这个小红人吧，它现在是这个做工业手套啊，包括口罩啊、医用防护服啊这一类的产品。那涨幅呢，也是去年一年涨幅呢也是超过了52%。大家刚刚说的这个 CSL， 我现在会重点来说一下 CSL。
之前呢，在这个上个星期的周五的广播里面，我有跟大家大致介绍过这个股票。但今天呢，我在这个澳洲的金融报，也就是 Australia Financial Review 的时候，看到了这个摩根士丹利对 CSL 的股票的这个目标价格又提高到了379美股。那它呢，现在也是非常惊人的一个股价的表现。我们能够看到，仅仅从2000年的时候开始，它的股价才是个位数，那到现在仅仅20年的时间，它的股价就已经上了3位数，300多。那我们去年呢，我们 Go Market 是在去年的，我记得应该是2、3月份的时候，股价差不多在180的时候开始推荐，那之后呢就是一路上涨。当时我就听到不一样客户的声音，大部分普遍会觉得说这个个股太高，但是呢，也是这个比较惊讶的，就是它一边啊觉得太高，一边呢这个股票也是不负众望的一直涨。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股票到底有什么独到之处，因为之前星期五的时候都是广播嘛，就很多数据啊，或者说材料没有办法直观的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今天再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那 CSL 呢，今天呢，目前呢，它是全世界第五大的这个生物医疗科技的一个公司。那它在这个血浆制品呢，在排名在全球第一位。它在这个疫苗制品，疫苗的这个产品里面呢，目前是全球排名在第二位。而且呢，它这个产品细分啊，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它的主要的产品细分为这四种产品。那今天呢，我将会主要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第一个 IG 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最近啊，这个我记得是1月底的时候吧，就最近的时候，协和医院是发布了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一个诊疗方案。那当里面呢有规定，也没有说规定吧，就是对于全国啊这个医疗机构诊疗这个重病患者提供了一些建议性的方案。那其中呢就肯定了这个产品静脉免疫球蛋白的这一个产品对于重病患者的一些有效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呢其实就是 CSL 目前生产的一个 IG。而且呢 CSL 啊这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地方，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CSL 官网，关于它在17年收购的一个武汉的一个也是生物医疗的科技的一个公司，叫做武汉这个瑞德，我记得应该是叫瑞德公司，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公司呢，它目前主要生产的一个产品之一就是这个免疫球蛋白的这个产品。那为什么当时 CSL 在17年的时候要收购武汉这家公司呢？那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中国啊，在自从这个1980年之后，因为全球的这个说的 HIV 的爆发呢，它是禁止了除了白蛋白这个血浆制品之外的所有血浆制品的一个进口。所以说呢 CSL 早在17年的时候它就开始布局来进入中国的一个市场，那它收购这个武汉的这个公司呢也是它的这个步骤之一。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啊，这个在 CSL 目前在中国的一个市场也是布局了很久，并且呢我们看到它的这个 IG 其中里面的一个产品呢叫 Prevent， 它呢这个产品呢目前啊它的蛋白的浓度含量可以达到10%。而根据2019年，也就是去年中国国研证券发布的一个中国血液制品行业的深度报告里面指出啊，目前中国的血液制品的这个同样的一个生物科技的生产商，它目前最高含量只能做到5%，也就是说 CSL 在这个方面的科技是远远超过中国第一梯队的这些像是上海生物啊这些这个公司的。那最近呢大家也都有看到说这个微信里面像是这个患者的家属或者说已经痊愈了的这个患者，他的一些自述都是有描述这个静脉免疫球蛋白的这个产品的。所以我相信这个随着大家对于这个产品的一个深入的了解，因为它不仅仅可以治愈像是这个今天说的肺炎嘛，像是如果一旦是人体有一些这个免疫力方面的这个疾病，像是白血病啊或者艾滋病的话，都有用到这个产品。那随着大家对于这个产品的一个了解的话，我相信这个对 CSL 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提升。
那另外一只股票，这个也是我刚刚讲的，这个也是我的这个心头所好，这个公司叫 NAN。这个呢，我们是从去年的三四月份的时候也是开始推荐，那个时候股价呢是差不多是在3块多的一个位置。那现在呢，今天应该也是到了突破了7块钱了。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开始推荐这个股票呢？这个股票是刚刚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做这个防止病人跟病人之间互相交叉感染的，但其实它产品呢相对来说比较局限，它只是说像是我们平时去医院去检查，做一些身体上面的检查，难免都会用到一些超声波的探头。那传统的国家和这个发展中国家对于这个方面消毒方面意识不强的话，医疗行业没有对这个有一个硬性的规定，要进行如何的操作消毒，或者说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灭菌标准。但是基本上像是澳洲和美国这些国家的话，都是有一个硬性的标准。那像是中国的话，目前是只局限于是说这个手工的酒精擦拭，但是像澳洲的话，目前很多的这个医院都已经采用了一个专门的一个设备来消毒这些探头。那澳洲目前啊 ，NAN 它的这个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75%，那很多人都说这个市场其实基本上已经饱和了。那对这个公司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期望吗？其实 NAN 很聪明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也是我经常会跟大家讲到的一个公司啊，我们看中它不仅仅看中它的行业，还要看中它的商业模式有没有一个持续发展的一个能力。它的这个产品的一个发展呢，基本上类似于吧，就我们可能生活中比较常见的打印机和墨盒的一个效果。经常我们可能去 office work 可能买一台打印机才50-60块钱，但当发现真正墨盒没有了的时候，就没墨了的时候，去 office work 一买可能得要80-100刀。所以说呢 ，NAN 呢，它也是基本上采用了这个商业模式，它的这个消毒的这个我们说消毒柜吧，这个消毒柜它售价我之前看了一下，基本上可能是在8000到10000这个美金左右。但是呢，它的一个小小的耗材，因为像它这种的话，它会涉及到很多产品内部的一个耗材，像是消毒的药水也好，或者说 label 也好，各种各样的一个耗材。那像是很简单的一个耗材，它就得要花费下差不多3000到4000美金，而且基本上3年到5年需要更换一次。也就是说啊，你一旦安装了这个产品，那你后续的话就是源源不断的一个后续再找他们消费了。而且这个数据的话 ，NAN 公司他自己就能从后台看得到，他知道，比如说我这一年打个比方，我全球安了10000台，那我在接下来的3年到5年的多少的时间段内，我会迎来多少医院的续订的一个订单，而且这个NAN 呢，它在这两年呢，也是在持续开发新的一些产品，来增加我们说的这个大数据的收集，来做到这个病源的这个有迹可循。就比如说A 病患他做完检查 ，B 病患接着做，那比如说某年或者一年两年之后，某一个疾病爆发之后呢，那很有可能会通过这个数据来追溯到这个 A 病患和 B 病患，这个就是 NAN 现在在做的一个事情。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说跟大家说的这个给力的一个 CEO 啊，他的 CEO 呢目前是这个这个 CEO 啊，他之前是这个另外一个澳洲很出名的一个医疗器械设备的一个 CEO， 叫做这个COH。很多大家可能也有听说他是做这个人工耳蜗的。那同样作为是医疗器械行业的话，这个 CEO 呢，在这个原来的这个公司啊，有差不多10几年的一个全球运营的一个经验。那他当时在离开 COH 的时候呢 ，COH 当时的这个市值啊，也是达到了几十亿澳币。但当时呢 ，NAN 啊，只是一个名不经间金钻的这一个小公司，但他毅然决然决定加入。我记得当时是在2015年左右吧，那个时候 NAN 的股价才几毛钱，那他现在加入到现在也就才5年的时间，股价已经翻了十几倍了。所以我觉得这个 CEO 啊也是非常有运营能力，而且因为他之前嘛也同样都是在医疗器械行业干了10几年，所以我相信之前的经验就能给他就能帮他在 NAN 的这个公司上面带来不错的这个市场运营的这个情况。那最之后呢，我们再聊一下这个现在啊这个美国三大股指的一个表现。我相信大家也是我跟我一样也是非常的这个出乎意料。那疫情爆发之后呢，美国那边呢也是迅速的发布了这个
禁止这个航禁飞的这个指令。那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时间呢，美国的三个大股指也是出现了一个下跌。但这两天呢，让大家这个刮目相看的是，这个美国三大股指竟然又涨了，而且这个涨幅还非常的不错。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分别上涨了5%几、2%几和1%几啊。并且呢，标普吧昨天晚上又是创出了新高，我们看到昨天晚上又是创出了新高。所以啊，我自己也在想，包括很多人也都在想，好像这个疫情难道对全世界的经济或者说金融市场是一点影响都没有吗？好像就是简单的吹了个风然后就完事儿了。那我们看一下，我最近呢也看了几篇的这个报道，我觉得很有意思，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可以帮大家来这个做一些简单的一个分析。我们知道做金融这个投资啊，其实有些时候更多的不是说人云亦云啊，不是说我们今天推荐了什么股票就一定去买，而是说更多的是希望提供一些资讯来帮助大家做简单的一个投资，也是帮助大家对一个整体的一个金融环境有一个大概的一个了解。第一篇呢是这个路透社的一个报道，它的标题啊叫做这个中国的刺激政策缓解了市场对病毒的担忧，华尔街继续走高。我们能够看到啊，这个在这个星期一、星期二的时候啊，这个中国的央行呢也是产生了一系列的这个刺激的一个政策。那这边的路透社写的是这个1.7 trillion yuan，但是我们从国内看到的好像是1.2 trillion yuan，所以我也不太理解它这个数据到底是哪里来的。那这个就不管它。但是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基金经理 Lindsay Bell 呢，他是说市场。他引用他的原话，市场无惧武汉肺炎而欢呼，历史告诉我们，无论何种疫情或者来自病毒影响造成了全世界的威胁，我们都会看到市场都会下跌见底啊，这里打错了见底，但市场呢并没有像新闻描述那样跌那么多，至少在美国来说是这样子的。那另外呢，对于澳洲来说，澳洲我今天呢也看了一篇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金融报，叫做这个旅游啊是击溃了这个澳交所价值280亿的一个产业。我们也看到这个紧随其后呢，在美国发布禁飞令之后啊，澳洲也是紧随其后发布了这个禁飞令。那我们看到这个在那一天呢，这个我们能够看到是这个这些股票也是出现了一个巨幅的下跌，这像是 corporate travel 这些呢，大部分都是澳洲跟旅游相关的一个产业，像是 flight center 这种我们说的这个旅行社的一个公司，还有 crown 和这个 star entertainment 这种是属于赌场，那这种呢是首当其冲的影响最大的这一个产业了，因为这几个产业呢，大部分都是带来的收益都是由游客带来的。那所以我们说啊，这个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会造成的收益，造成的这个一个影响。那后续呢，我们看到啊，其实不光是旅游业，后来呢是有我们在之后啊会有越来越多的一个影响。第一呢，就是留学产业，就是澳洲的这个教育相关的产业。我们看到禁飞令啊，其实作为群体上来说啊，就是我们说的受影响的群体来说，其实是留学生是最受影响的。我自己呢，这个朋友圈里面啊，包括这个微信的这个公众号，也是不停的看到朋友圈的这个留学生在讨论说如何绕过14天的这个自我这个隔离的时间，到第三方国家去转机，想要回澳洲来继续上课。那我们知道，如果啊这一次的疫情没有办法在3月份或者3月底开学之前，能够这个得到控制，或者说澳洲来恢复这个重新开始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航班跟中国之间的这个航班的话，那澳洲的这个留学产业是首当其冲影响最大的一个行业。那其次呢，也是我相信大家能够关注得到的澳洲的食品的出口，尤其像是这个海鲜啊，不少这个大家都能看到，这个最近啊澳洲的龙虾也是开始大打折扣，原来可能是180到200澳币一公斤的，现在啊都是差不多半折出售吧，我最近看都是80、90澳币一公斤。
那第三呢，就是这个本地的一些餐厅和这个本地的一些旅行社，像是华人的旅行社餐厅，我相信大家在 Box Hill 啊，或者说 Glenwave 也能看到不少这个本地的餐厅啊，都是已经关门，就是暂时没有开始的营业了。那第四个呢，就是澳洲的矿业。那不少人对于澳洲的矿业可能有点难以理解，觉得这个禁飞令对矿业有什么直接的一个影响吗？其实就是我们考虑到中后期吧，如果这次中国的疫情过完了之后，那我相信就是中国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政府，它对于民生的投资和中小微企业的一个扶持，会把财政的政策更多的倾向于他们，而减少对于一些基建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个项目的一个发展。那对于这个方面呢，它对于原材料的需求就会大大的降低。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澳洲的矿业呢，就会间接性的受到这样子一个政策的一个影响。那不少人也会关心啊，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全球化是越来越基本上全球的经济是没有办法独善其身的。那如果澳洲，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疫情啊对于中国经济的一个影响和分析。这个是我今天看到的这个恒大研究院对于这个疫情的一个影响。他呢简单分析了目前的疫情啊有三种情况，我觉得呢非常有道理，也是拿出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还是得要做一个这个全局的准备，对于这次疫情的持续的时间。那第一种情形呢，就是说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基本上啊经济的冲击是局限在第一季度，那高峰期呢是在二月中旬，也就是说截止到下一周，那到三四月份呢会结束。那这样子的话，全年的 GDP 是在 5.4%。 那第二情形二呢，可能是得要延续到第二季度，那全年的这个 GDP 是 5.2%。 那如果考虑到病毒的这个变异的可能性，包括各种不好的情况下的话，那全年的 GDP 是 5%。 那我们知道去年中国的这个 GDP 全球这个 GDP 的一个增长是在 6.1%。 那这个呢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很多人会说，那这个数字对于具体的一个行业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那这篇报道也是从宏观、中观、微观和各个方面来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宏观就是说从需求生产骤降，投资、消费、出口都是受到明显的冲击，这个我相信应该大家都可以理解。那物价肯定是会上涨，而且我们说啊，这个需求生产的话，这个也是非常好理解，因为像是最近如果关心这个金融这个时事的话，应该有看到在中国有一些原始厂商的话，像是这个 Toyota 或者说是其他的汽车生产的行业的话，都是下调了对于这个生产和这个盈利的一个预期。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我们说现在的一个生产啊，不是单单的一个简单单一产品的一个生产，而是全球化的一个生产链的一个生产。比如说你汽车的生产，它不单单是在一个国家，它可能某一个零部件在中国的上海，那某一个零部件可能是在中国的东北，或者说某一个零部件是在越南。那这样如果其中中间一端出现了问题，或者说面临着现在这个国内啊可能差不多两个星期的一个停产停业的话，那对于它的末端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那第二呢，就是对于中观行业的影响，这个大家也肯定是不难理解的。餐饮啊旅游肯定是受冲击最大，那医疗啊这个医药在线游戏行业是受益的。那说到这个游戏啊，我简单提一下，之前呢我们也是在广播里面跟大家推荐了一个游戏，美国的一个游戏叫做动视暴雪，代码是 AVTI。 那它呢也是这个，当然大家打游戏的人肯定都会知道，像是我们如果大家以前玩那个 Candy Crush， 就是那个糖果传奇吧，就不是腾讯的那个糖果传奇的话，应该对这个公司都有所了解。那像这个公司的话，大家最近的时候都可以去关注。第三个呢是微观个体，这个的话民企小微企业影响最大，但是呢我相信对于这种小微企业包括这个农民工和薪酬制度的这个员工啊，虽然影响最大，但是在接下来的这个3到6个月的时间，我相信国家对于这个方面的一个扶持也会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是往往是中国人群最多，并且是支撑起整个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的一个部分。那第四个呢，就是对于这个
资本市场的一个影响，这个很简单，不容易，可以理解。那第五个呢，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政府治理啊，将更透明，透明化生产生活业态朝智能化线上化发展，风险中呢也酝酿着机遇，催生新的一个业态。所以呢，这个呢，我们也是说啊，这个 crisis 在中文里面叫做危机，那就是说既有危也有机。那意思就是说，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灾难情况的发生，不是说只有下跌，而是说下跌中有可能蕴含着一些上涨的一个机会。那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全球历史上像是这种传染病疾病的一个发生，全球股票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走势。我们能看到，这个是从1970年到2020年，我这边拿到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图表的一个数据。大家能够看到上面简单的写了，像是近代大家会比较关心的这个埃博拉，还有这个寨卡，还有这个中东这个呼吸综合症的这样子的一个冠状病毒，这一类的，还有当然还有我们这个比较熟悉的一个 SARS 啊。所以综合上面来发现呢，基本上我们看到 average 在一个月内呢，尽管全球的股市表现都不会特别好，它只有0.44%的一个上涨，但是从中长期来看，这个全球还是会有不错的一个表现。那很多人会说，这个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待会儿来简单的讲一下吧。那这里呢，很多人大家来听今天晚上的这个广播啊，很多人也会怀有一样的这个疑问，就是说2020年的股市还会继续涨嘛？尤其是像这个目前的肺炎来说，大家都包括这个资本市场都评价它为是2020年的黑天鹅。那在说这个之前呢，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去年啊，刚刚过去没多久的2019年，为什么我们说是股市繁荣的一年？我们看，不管是美国也好，中国也好，澳洲也好，都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个上涨，尤其是美国啊，都是不断的在创新高。我们看一下这个呢，也是我们2019年在去年年初开年的时候就开始讲的，就2019年啊，是80后积累财富最容易的一年。很简单的一个情况，在全球央行降息、企业借贷成本降低、美联储大规模放水的一个情况下，这个肯定是会迎来一个资本市场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上涨。很简单的一个情况，很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有一个流通性。流通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有人买，有人卖，那这样子的话能够助推价格，不然的话我们说啊，光光是一个虚高的价格，这个就是有价无市，没有人买，没有人卖，这个没有成交量，那自然价格也没有办法上涨。那这里我们简单的说一个小概念，把概念比较容易的这个简化，什么叫做回购啊？大家在金融市场里面经常会听到这个说什么央行回购啊，公司回购啊。很简单的一个情况，比如说这个小人吧，他现在想要这个抵押他的这个手机来获得一定的这个资金，那他呢就把他手机抵押到了这个人，那之后呢有一天啊，他突然想要这个赎回了，那他就拿这个钱呢来找回他，把他的这个手机啊这个拿回来，这个过程呢完成交易，这个我们就叫回购。那很简单的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情况，美联储啊，它的回购通常是指回购一些国债啊这种，那这样子的话，回购的钱啊就可以通过商业银行来流入股市，那这样子的话就会进一步的推高这个股市的一个价格。那我们说啊，如果没有流通性的话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呢如果没有流通性，我们说就是相当于说隔夜利息它就会上涨嘛，就是没有人愿意借钱了，那它这个隔夜利率就会上涨。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从去年4月份到现在开始，每一次小小的一个波段，大家可以记住的这个波段的一个就是隔夜利息的这个上涨的一个时间啊，分别是5月份、7月份、8月份、9月底的一个时间啊。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去年呢这个美国股市的一个时间，可以看到啊是五、七、九，那我们可以看到5月份是在这里，7月份呢在这里，9月份呢，9月底呢是在这里。所以很简单的一个情况，如果市场缺乏流通性的话，那就会造成对股市上面造成一定的压力，因为市场没有流通性了嘛。那很简，这个呢就是说我解释了一定的原因，为什么流通性这么重要。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去这个美国，它目前或者说接下来它还有没有一个回购的计划呢？我们可以看到，从去年9月份之后呢，美国呢也在一路的一个上涨。那很简单，可以看到美联储在2019年10月到11月的一个回购的计划，它是从呢10月份
一直延续到了12月12号，那回购的一个资金的规模啊，也是超过了，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时间呢是超过了750亿，那这段时间呢规模也是超过了1200多亿。那这个11月15号到12月12号，它的回购规模也是超过了1200多亿。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很多人说，那明年还，这个就是我们统称的放水啊。那很多人会说，那明年还会继续放水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网站我在之前的这个 VIP 客户的内部会议的时候也有跟大家分享过。如果大家对这个有一定感兴趣的话，明天啊也可以上班之后问我们的这个小助手来要这一次的 PPT 或者说这个网站来观测一下这个美联储的一个放水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这个2020年的1月5号到2月13号又是一个1200亿的一个美金，一直到这个时间会这个 maturity。那很多人说，那如果这个之后还会有没有一些除开放水，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经济政策呢？现在大家对于这个货币政策手段的话，并不陌生的就是降息了。像是这一周的这个前天，澳洲呢也是宣布维持0.75%。当时的这个鲍威尔啊、呃呃、不是澳联储的这个主席呢，他的原话是说，他希望呢留有一些的这个货币政策的一个余地来应对一些。其他就是我们说的具有风险性的事情，我相信它可能指的会是这一次的疫情，或者说澳洲这次山火对它经济带来的一个影响，所以呢维持是利率不变。那对比啊，全世界各国来说，美国、欧洲、英国，包括我们现在在的澳洲和日本，我们看到都已经是负利率了。中国其实是在货币政策的这个调整上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空间，4.35%。所以说，对于这个方面的话，我们 go markets 的看法是说，尽管这次疫情对中国的经济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呢，因为我们国家的一个怎么说呢，政治特殊性吧，肯定不会对于这个情况坐视不管。包括我看到啊，就是各个网站上的这个评论也好，不管是内网还是外网，有一些呢对于这次疫情会有一些过于悲观的一些态度。当然，我们看到的虽然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但是呢，对于这个基本的事实啊，还是需要有一定的一个判断。我相信这一次的疫情的话，其实会比较好，并且比较快的能够得到处理吧。因为我们看到基本上现在国内二三线甚至四五线的一些小城市都是已经封城封路了。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如果疫情还控制不住的话，开个玩笑话来说，那赚再多的钱，我觉得意义也不是特别大了。那所以这个是央行利率目前的一个情况。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再说一下这个一些个股和一些产品的一些推荐吧。刚刚也跟大家讲了一些这个澳洲的医疗股。那另外一个呢，这个超跌股啊，今天可能大家有买这个股票的这个投资者呢，应该收益也不错。今天好像上涨4%到5%吧。这个 CGC 呢，是我们在2019年12月18号的时候，在我们 YouTube 上的这个澳股美股直通车的时候，系列当中的这个澳洲超跌股的系列啊，就有推荐过。当时推荐的价格是2.47块，现在的价格是3.12块。那很简的，就是因为他公司嘛，最近发布了一个公告，是说关于这次澳洲的山火呢，给他的一些竞争对手啊，或者说同样市场上同类型的一些农场和公司呢，造成了一定的这个打击，导致了市场同产品的，像是他因为生产浆果啊，这个牛油果啊和这个蓝莓这一类的产品，还有柑橘这一类的产品，给它的这个市场上面的同样的竞争者造成了一定的打击，所以呢，市场上的供应量啊越来越少，那相对应来说，我们说的这一类的产品，它的这个单价就会不断的提高，那这个的话对于 CGC 来说这是个好消息，我们看到它的就从它的这个K 线图也能够看得到，它的这个股票从去年前年年底开始吧，就逐年下跌，从7块多跌到5块多，5块多跌到4块多，到之前最低跌到了2.44块。那现在呢也有所回升的3.12块，这个呢也是我们之前给客户推荐，包括今年的话，我仍然觉得它还是一个属于超跌股的一个范围的一个个股。
那另外一个股票呢，相信我们这边如果是大资金量的 VIP 客户的话，应该也有收到这个资讯。在去年的7、8月份的时候，我们这边也有推荐过这个股票，很多投资者是拿到了3%、4%左右的分红，再加上每个人不同买入的时机，可能又分别有8%到10%几的一个各股票上面的一个收益吧。它现在的股价呢，又已经回调到了2块1毛几，不到2块2的一个价格吧。它呢是属于我们看这个 K 线图啊，应该大家都能够判断出属于一个趋势性区间内趋势性非常强的一个公司，基本上这个下面的支撑位或者我们说的底部啊是在2块1毛几到2块2之间，那它上方呢是在2块4毛多到2块5之间，那并且呢它的全年的年股息在目前它的指引啊，市场上 Bloomberg 的指引是在11.4%，那基于它今年上半年已经发布了3%到4%左右，那很简单的一算，它今年不出意外的话是在2月26日吧，我记得应该是在2月20多号它会再发一个下半年的一个分红，那分红的一个百分比呢可能会是在6%到7%或者7%到8%吧。那这样子的话，如果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买入的价位，再加上一个分红的话，那短短可能1-2个月或者2-3个月的时间的话，会有一个10%几的一个收益，也是非常不错的。那最后呢，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个这个外汇相关方面的一个产品，这个呢也是我们公妈子一直在给客户推荐的，最近应该有买这个产品的这个客户啊，应该也是收益非常不错，从前天到今天为止吧，也是这个收益非常不错。为什么我们称它叫做这个独立美国经济周期之外的这个交易产品呢？因为很简单，我们都知道澳洲跟新西兰是紧密相关的，但是呢又是在一定程度上互相独立的一个两个国家。那虽然澳洲是受这个中国的影响比较大，但是呢同样比率的新西兰也会受到这个中国和澳洲的一个影响。但是呢我们知道一个货币的一个价值呢，它并不是单单指这个货币的一个价值，而是说它会有对标某一个货币的一个产品它是涨或者跌。因为我们不会单说美元上涨或者美元下跌，或者我们说澳元上涨或者澳元下跌，我们通常都是指比如说澳元对人民币上涨，澳元对人民币下跌是有一个对标物的。那这个产品的概念也很简单，澳币对纽币啊，为什么是我们这边一直开始推荐的以来的一个产品呢？是因为啊这个我们都知道澳洲呢跟新西兰的经济是息息相关的，但是呢澳洲的经济始终会是强于新西兰的，因为不管是从经济也好，人口也好，还是说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多元化的一个程度也好，所以呢这个澳币我们都会知道它会始终贵于美元，这个很好理解，就是说一个货币的一个价一个货币的一个价值呢通常是反映了一个国家的一个经济。所以说呢如果有一天我们说啊这个澳币比纽元便宜的话，那我们相信这个时间肯定会不会维系很长时间，就跟这个几年前啊澳币突然有一段时间比美元贵了一样，这个是肯定不会持久的一个事件，并且肯定会在接下来迎来一个强烈的一个反弹。那像这个产品呢目前啊它的这个价格是在1.04左右的附近，前两天是到1.03几了，我们这边呢也是一直有跟客户来提醒关注这个产品。之前它这个产品呢在历史上我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这个 MT4MT5 上面去看一下，它历史上呢曾经到过最低的价格是1:1，也就是说1澳币换1纽币，但是呢这个时间啊也是没有维持很久的一个时间，就是迎来了迅速的反弹，也就是说澳币迅速回升了。那历史上曾经到过最高的价格是在1:3，也就是说1澳币换1.3纽币的一个情况。那接下来呢很多大家都知道在2020年，也就是今年的9月份啊，这个新西兰会迎来大选。那目前呢它的这个总理呢是一个女性。通常我们都知道在经济政治啊比较动荡的时候呢，它这个货币或者我们经济啊会带来很多不确定的因素，那它这个货币呢就会有一定程度的下跌，也就是说啊这个澳币对纽币会上涨，纽币对于澳币来说它会下跌。
所以这个产品呢，我们也是一直来跟大家推荐的。那最近这两天我们相信这个客户就收益的这个情况差不多就是在这两天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段内，为什么会上涨呢？也是因为这个星期二的时候啊，这个澳洲宣布了不降息。那目前呢，大家也是比较就手里有持有这个产品的多单，虽然有盈利，大家也比较关注它的这个出场点啊，就具体是在什么价格来出去。那很多客户可能手里目前已经有几千或者说一两万的一个收益的情况下，大家都会比较关注这个产品的一个出场点。那这边呢也跟大家提示一下，这个呢明天早上9:30的时候，澳洲这个会有一个这个澳联储的这个主席的一个听证会的一个证词。和这个澳联储的2月发布货币政策的声明，9:30和11:30都是澳洲时间，那也是值得大家非常去关注的。那如果在货币的这个加息程度上面，这个主席啊有微词，我们说这个有松口，关于他可能会在接下来的3月份或者4月份来进一步降息的话，那对于这个澳洲的澳币来说，它可能会有迎来一部分的这个回落。那这个时候呢，又是我们迅速可以这个入场布局的一个时候。基本上呢，今天大家跟大家讲解的情况就是这样，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哦，大家刚刚说的，我看到有一个这个客户留言啊，说刚刚说到的这个分红11.4的股票，对，我刚刚可能做 PPT 的时候没有把这个股票的这个名字打上去，这个个股呢叫做 AWC， 对，这个角落个股是叫这个 AWC， 是一个传统的这个做铝矿的一个公司。啊，我看到大家说这个 CGC 买了，今天卖了，那恭喜你啊，最近应该有这个10%-20%的一个收益。看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个问题吗？TWE 现在什么价位入手比较好？我个人觉得 TWE 目前至少短期来说，它不是一个非常值得入手的一个股票吧。跟大家看一下。TWE 从之前差不多20多块钱一下子跌到了11块钱，可以说是差不多已经是拦腰斩断了，从20多块钱到11块钱多。对，因为呢，这个 TWE 它是属于红酒产业，它跟我们说的这个 A2 牛奶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同样乳制品一样，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乳制品或者说奶粉，我们说是属于这个刚需的一个产品。但是呢，像是 TW 这种红酒产业的话，尤其对这次疫情对中国的一个影响，我们都知道这个春节啊，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大家就是聚在一起，吃吃喝喝，喝点酒什么之类的。高消费属于很正常，但这一次的话，对于 TW 的一个打击是非常大的。那 A2 这样子的一个产品的话，我们说的这个奶粉啊，它是属于刚需，所以说啊，它情况会不太一样。所以我个人并不觉得在迅速的这一段时间 TWE 能够迎来一个反弹，但是不可否认的就是说，它目前的一个价格是属于一个非常低的一个价格了。所以我觉得，如果对 TWE 感兴趣的话，还是可以，再等个一段时间吧，至少得要再等半个月到一个月的一个时间。然后我看到有客户说买了 AWC 的分红啊，是在2月20多号，根据他往年的一个时间是在2月26号吧，我记得应该是2月26号到28号之间分红。所以这个时间的话，大家也可以关注。那只要在二十六，那之前很多客户会有疑问，就是说。这个股票分红是不是必须要拿一年？其实不是的，就是只要在这个登记日之前啊，来买入这个股票的话，就可以拿到这个分红。
然后我看到说 NAN 现在七块了，现在入手还是等下跌到6.8块左右时再买。其实 NAN 我自己也有一直在关注，然后每一次跌的话，我自己都会再去买或者补进一些吧。我对它这个个股呢，就是比较喜欢，而且就是平时跟我聊的比较多的客户都知道，这个都是我的心头好。只要大家觉得像是有一些客户觉得 CSL 比较贵，但是呢又想要再入手一些关于医疗板块的一个股票的话，我都会推荐这个股票。我觉得它是一个未来可能拿个8年、5年、10年左右的，都能股价能至少怎么说能到个2位数吧。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比较能够容易实现的一个目标。所以说，至于现在入手还是等下跌到6.8块，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这个它的这个走势图，它基本上啊它是属于一个目前来说至少它没有突破上一个高就是我们说上一个高位之前啊，它都是一个趋势性，我们说波段内的一个区间震荡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公司，基本上可能是在6.6、6.7、八左右到7.1、7.2左右之间震荡徘徊吧。如果没有办法突破之前7.2以上的价格的话，基本上它也会迅速回落。所以说，不妨就是在这个价格区间内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时机。当然，很多人我们这边客户说啊，我不在意这个2毛钱的一个价格，我是长线投资者，这个当然也就另当别论了。然后说客户说这个 Afterpay 近期的一个走势。我记得我12月份的时候，大家可以回去啊翻一下这个手机里面，我们每天早上如果有收到我们这边交易提示短信的话，应该有看到这个。我12月份的时候，我记得是有给大家发过一个短信，就是说，是一个投行，当时他简单分析了一下 Afterpay，我觉得很有道理，当时也是编辑在了这个短信里面，是说 Afterpay 啊，它的这个价格呢是很有望会走到，它当时是上调，我记得是当时 Afterpay 是在20多块钱吧，然后上调了这个 Afterpay 的一个未来的一个价格的一个看法是到38块钱，那目前呢 Afterpay 是已经到了39块钱。主要我是觉得是得益于目前的这个，就是 Afterpay 在全球的一个布局，像是美国和英国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占有。那对于这个现在的一个年轻人，趋于是越来越趋于不想要说去申请信用卡，而是想要这种短期的借贷。其实很简单，就跟咱们现在国内的年轻人，你去问他20几岁、30岁的一个年轻人，刚工作毕业没多久，你会问他，他们一般通常可能没有信用卡，但是可能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花呗或者支付，就是花呗或者说借呗，就是支付宝里面的一个衍生产品。所以我觉得这个不难理解。那 Afterpay 在未来的一个市场占有率，我觉得会越来越高，但是呢，也要注意，像 Afterpay 这种公司呢，它会有不停的会有这种监管和这个下跌的一个风险。还有大家说一下这个 NCM 之前呢，这个股票呢也是我之前比较在2019年年初的时候比较看好的一个公司。之前推荐的时候价格是在股评的时候写股评的时候价格是在25块钱。24、25、25、26左右吧，我记得，对，在差不多是在这个价格左右的时候写的。那曾经最高的时候冲到是38块钱，最近呢股价也是有所回落，回到了28块多吧。我不知道这位这个客户他的这个价格是在多少，但是目前来说，黄金的价格因为上方还有一定的压力嘛。那黄金的个股的话，它肯定也会受到一定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呢，如果手里啊有比较多的这个黄金的股票，或者我们说的是高位套牢的话，可以不妨去关注一下这个黄金现货的一个价格的走势，因为毕竟可以做多做空嘛。那同样比例或者说适量比例的来做一定的一个调整的话，会比较好，因为短期之内，黄金的话，除非有一些这个意外的一个情况发生，比如说打个比方，比如说中国的疫情突然难以控制啊，或者我们说突然特朗普发难了，或者怎么样，短期如果没有其他一个条件，外部条件的一个影响的话，靠供需的话，应该比较难给这个黄金再有进一步的这个提振的一个作用。那今天的这个网课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对于我们这个活动还有进一步的一个想法，可以明天在上班时间的时候给我们小助手留言，可以要一下今天这个网课。
的这个课件。好，谢谢大家。